那下一款这个 Death View P5 的部分，那下一款这个 Death View P5 的部分，它所有，那下一款这个 Death View P5 的部分是没有触控荧幕，它完全依赖这四个按键，就是进、出跟左右这四个按钮来操作所有东西。虽然没有那么直觉，但是你如果用久、用习惯，你还是可以快速叫出你想要的东西。像是我想要这个 Histogram，可以快速叫出来。我想要调整它的位置。调整它的位置，然后我也可以快速来调整，就是要熟悉速度才会变快。